截至7月26日24时，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06例，其中66例为轻型，38例为普通型，2例为重型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例。在这112例感染者中，江宁99例，溧水6例，高淳区2例，玄武、秦淮、建业、鼓楼、栖霞各1例。